开始就是说政府有叫我们要回收环保，那我就把所有的环保都挤在一起，拿到我们旁边有一个师姐，她在收环保。有一次被她碰到，她就叫我去做环保，可是我是想说做环保，哎呦，不要啊那样。后来半夜的时候，别人睡觉再拿到他们的燕子就丢下去，这样进入慈济的时候才知道要救地球，然后又听到那个爱洒人间的歌，我就每次听每次哭，就是说那个地球要毁伤啊，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就一起来做啊。那做环保有的就是下班的时候来啊，那我又想办法一定要给他们吃一点点心啊，啊就越做大家都越高兴就越旺。有时候会害怕说那也奇怪，今天明天和你这样啊没人，可是就是奇怪，尤其在下雨龙天护法港况会一样那么多人，到最后完成还是会很多人。有时候我们做完的时候啊就会聊天嘛，啊聊天就请他们说啊就就一挂人来做晚播啊，所以就这样越做人就越多了。以前怕做环保，到最后的时候我都叫人家说来哦，大家进来做环保，因为越做越欢喜。趁现在的手脚都还能动，就是尽量做。